这一位同修问呢，他说：“弟子受五戒以来，他一直清净严守，但是最近呢做了噩梦，梦见杀人。他后来更糟，那境界竟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都要想去杀他。不知道你梦到是谁呀？”说弟子便向佛菩萨求忏悔，可是意念呢还是一直浮现，啊，很是痛苦。这个样子是否犯了杀戒？啊，是不是弃了杀戒，罪会轻一点？五戒呢没有犯杀戒，啊，五戒里面的杀生呢是一定要把他杀死，啊，才算是犯杀戒，杀戒。起心动念不算，如果你受菩萨戒呢就算，啊，菩萨戒起心动念就犯戒，啊，五戒不犯，啊，五戒是论事不论心，啊，这个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事，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都算犯戒。那么你能有忏悔呀，就好啊！啊，啊，这个是这一位同学问的是：求恩报者，善舍诸事啊。这个是取《发起菩萨制药经》里面的讲记啊。这比如说，有某人发愿出家，但不知何处找师父，啊，以后听到某某寺院有名师，便去做义工，希望能亲近观察，并与名师结缘，成其弟子。如此做法了，算不算存有私心？求恩报求果报呢，这个是正确的，啊，如果发心出家也未尝不是个好事情，啊，但是出家一定要了解出家的意义。如果对于出家完全不了解，就这样出家了，恐怕以后所作所为呀，违反世尊啊制定呢出家的意义，这样就不好了，啊，不如再讲，啊，出家呢一定要做社会大众的榜样，啊，我们这个。讲堂这一副对联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社会大众的楷模，这样出家就无量功德，啊，如果我们做不到反而不如再讲，啊，这些道理跟事实我们都要清楚，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啊，不会随便劝人出家的。啊，印光大师一生不劝人出家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一生不劝人出家。啊，
在家修行一样可以成佛，成菩萨、成阿罗汉、成佛，在家人通通可以做到。弘法利身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在家人做的比出家人还要殊胜。过去我们在这个台湾的时候，台中有李炳南老居士，在台北经常讲经说法的，也有几位居士大德。那个时候我们要常常亲近。出家不是一桩容易事情，真正发愿出家，做天人师范，好，这是值得尊敬赞叹的。那么你这样做法呢，正确。必须亲近名师，亲近真善知识。这个亲近呢，当然是在这个道场里面呢住一段时期，在一般总要住半年以上，半年到三年，观察这个地方的老师同学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相处，道场生活环境适不适合自己修行，再做最后决定。如果贸然出家了，出家之后觉得老师毛病很多，同学当中不能相处，这是破活活生，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造了罪业了，这样就不好，所以一定呢要很慎重来做这桩事情。这一位同学问说，《地藏经》的启示里有一段说，功德没有办法给人，只有福德可以送给人，功德一定要自己修学，那前世师父，我们通常都说愿以此功德回向于某某，那个众生可否会利益于此功德呢？你修的有功德可以，功德跟福德不一样，我有福报，我有财富，我的财富可以给你共享，可以赠送给你，我有房子可以供给你住，福德了，我在社会上有地位，我可以让给你。你像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，就是福德让给别人。安世高大师他是伊朗国王，他做了半年国王，发心出家了，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。这就是福德了，可以送给人，功德不行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戒定慧。我持戒的功德没办法送给你啊！你不持戒，我持戒，我没有办法把我持戒功德送给你啊！这个做不到的。我得定了，我没有办法把定送给你。我开智慧了，我也没有办法把智慧给你啊！所以功德没有办法给人，福德可以给人，那我们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某个人，你是特别修功德，是为他修的，这个功德他得到。你比如我为我的一个朋友他过世了，我为他念100部
地藏经，特别是为他念的，不为他呢我都不念了，为他念的这个功德他能够得，他得多少呢？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自己得了，七分之一才能他才能得到啊！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特别为他做的啊。那么他所得到的呢？给诸位说，还是福德啊，还不是功德。那么地藏经上诸位要看去读诵啊，就很明了，婆罗门女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恶业，这女儿很聪明啊，女儿懂佛法啊，要根据佛法里面所说，她的果报一定在地狱，所以母亲死了以后他非常忧虑，怎样去救他母亲，他是有真诚的孝心，感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佛教给他修学的方法，教他什么方法呢？念佛方法。他为了要救母亲，在一天一夜，他自己就成就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念佛，他成就一心不乱，真诚到极处啊，才有这个效果啊！证得了一心不乱的这个果位，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。大乘法的圆教大乘，其性位的菩萨。很不简单呐！他母亲升天了，离开地狱升天了。你们想想什么原因？如果不是他母亲堕恶道，他不肯这么样的用功，这么认真。所以他能够在一天一夜证这个得这个一心不乱，是他母亲这个力量帮助他的。他母亲要不造恶业，要不死，他也不会那么认真学，他一辈子也证不了，也得不了一心不乱了。母亲跟他做了正上缘呢，他也真用功真发奋呢，成就了。母亲能够脱离地狱升天，就得这一份功德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回向他，那么我们要跟这个家亲眷属诵经啊，有口无心，他得到的非常有限的。如果我们都像婆罗门女一样的说，那你这个回向给他，他决定超脱，非常有效啊！所以完全看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，我们功夫越殊胜，他的地位越高。如果我们只是念佛诵经拜佛，这个心里头的杂念一丝毫都没有断，他得到的太有限了。这个道理都在地藏本愿经里头。这是教我们怎么样超度，超度啊，如何才能得效果。
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不仅是对别人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，要真干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真成就了。真正觉悟了，我们修的是念佛法门，真的往生了，我们往生的品位越高，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啊，这个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，他们得的功德就越大啊，我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了，天天回向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他得到的越大。如果我们修行一无成就，他什么也得不到。啊，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努力。啊，这一位同学问的，人死了一定要还寿生金吗？投胎前还草木官的钱才能投生，有无此回事？啊，因为出家人都这么做，这个没有这个事情。啊，这是民间的传说，佛经里头没有。诸位，去查，啊，我们净宗依靠的经点少，无经一论，啊，你到无经一论里面去查，啊，人死了之后有没有这个事情？啊，那么你再看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啊，这个完全是度卧道众生的，你也去查。也没有这回事情。佛很慈悲呀，知道在末法时期，魔来扰乱啊，让我们无所适从，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四依法。四依法第一条，依法不依人。啊，法是经典。经典里面没有这么说，我们不就不要相信啊？啊，经典很多，啊，我在讲经时候都告诉大家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全依，全依一定是走死路啊！啊，我举的比喻，诸位要细细想想啊。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在世。啊，他当年在世，我们找他，那没有问题。啊，他是大夫，我们是病人，我们去求他，他给我们开方子，我们照方子服药，啊，药到病除。啊，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，啊，这么多的经典，都是他给当时大众所开的处方，一定要知道，不是为我开的。啊，我可以浏览，可以看看，啊，自己也晓得自己是什么病。啊，这么多旧的处方当中，我们如何来取舍？啊，不能全收啊，全收是必死无疑。啊，我们只能够，啊，取一两种方子，试验试验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效果。我们自己不懂得取舍，佛指示我们一个方针，啊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那我们今天生在净土，生在这个末法，我们取净土，这个是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净土经典有五部经一部论，我们也无需全取，
依一种就行啊。这六门当中，哪一门适合自己？自己读起来欢喜，能够理解，依教奉行，一门深入就能成就。不可以搞太多，搞太多问题就来了。所谓是贪多嚼不烂的。我们选择净宗了，净宗最多的五经一论，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学，我们自己才能有成就啊。这位同学问的他第一个问题，他说学人常念弥陀而不识弥陀妙性，于自灵妙之体深深疑惑，不知承当，是故长夜念佛，任不免轮回。弟子如是觉知，不知对错，如是觉不知对错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要多听经，断疑生信的。你有具足坚定的信心，真实的愿望，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，你就能成功了。没有怀疑的人，经教能理解更好，不能理解没有妨碍。但是有怀疑的人呢，疑是菩萨最重的障碍。我们一定要断疑生信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为了我们疑惑很难拔除啊，所以才说法49年，将近300余会呀。如果大家都没有疑惑，佛就不需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经说法了。这显示出佛的无尽慈悲。第二个问题，他问：弥陀与自信体是一，念是信体其用，信体其用之时，正是心生万法。他可是学人功夫未熟，正念佛时妄想丛生，若放下观心便觉心安，若不念佛妄念一生，心猿意马其心难治，请问如何是好？这个心性是很深的学问，也是很深广的境界，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对于这些事实真相都没有方法理解。于是我们在初学过程当中也只是闻佛所说而已，不是自己境界。这个时候要看自己的根性，如果是立根，
烦恼轻，智慧长，有误入的可能。这一定要亲近善知识，在善知识会下开悟之后才能离开啊，没有开悟不可以离开啊。诸位看高僧传啊，看居士传，你就明了了从前的人怎样去亲近善友啊。这个善友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啊，他们是怎样奉事师长的。奉事师长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，对老师百分之百的信仰，没有一丝毫怀疑。如果对老师有疑惑，你亲近这个老师的时间再长啊，100年、200年、300年都没用，你不会开悟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疑惑障碍了悟门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什么人最容易开悟呢？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，他这个悟门当中没有堵塞，所以他很容易开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对善知识、对老师常常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就是我们自己亲近善知识而不能开悟的真正原因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在古人著书里面看到，老师不一定开悟了，学生开悟，这个事情常有啊。老师为什么没有开悟呢？老师能说不能行，他讲的没错，他做不到。可是学生呢，听了之后啊，他听懂了，他能行，所以学生开悟了。这是中国谚语里面常讲啊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是说老师，这个学生跟老师学的结果超出老师太多太多啊，老师远远比不上啊。他何以能超出呢？一个能行，一个不能行，关键在此地啊。但是这个学生对老师百分之百的信仰、尊敬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他悟门里头没有障碍，没有堵塞嘛。老师虽然会讲，他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没有完全放下。所以天台大师说得好啊，能说不能行啊，他所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是祖祖承传的，说得不错。他有没有悟呢？也有悟，小悟，不是大悟，小悟出不了轮回啊。也就是说，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没有完全放下，比我们一般人轻啊。他是放下不少了，还有拖泥带水，不干净啊，不彻底啊，所以他出不了轮回啊。学生跟他学啊，
根比他利，学生放下比他多，比他彻底，学生正果了，学生开悟了。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个学生尊不尊敬老师呢？永远尊敬老师，不是老师协助他成就不了。这个道理在此地。先因先起作用，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停过的。所起的作用有正面的，有反面的，有染污的，有清净的。四圣法界就是清净的，六道里面就是染污的。我们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就是清净的。自心其用是清净的，这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，夹杂着名闻利养，夹杂着贪嗔痴慢，这个作用就是污染的。理跟事我们都要懂，那么我们念佛功夫不熟的时候，妄念当然起来。为什么会起妄念？无量劫以来的习气，这是正常的。过去诸佛菩萨在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跟我们也一样啊。他何以能成就呢？这个妄念起来，不要去管它，不要在意。你越管它，妄念越多，妄念起作用，根本就不理它，起也好，不起也好，我根本不理你。起的多也好，少也好，都不要去管，把我们的意志集中在佛号上。你能加上观想也可以，都是用来对治妄念的办法嘛。对治妄念的办法多啊，佛家讲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些方法都是对付妄想分别执着的。你看看哪个法门对于自己有效果，使用起来方便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法门。用一段时期也可以能够再换一个法门，但是原则是决定有效，能帮助自己减少烦恼，增长智慧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你选的法门呢，烦恼控制不住，妄念还更多，这个法门对自己不适合。好像我们生病去吃药试试，这药吃了没效果，我们立刻就会停止，就会再去找别的。修学法门亦复如是。第三个问题，他问的是：学佛人执着不除，总难作佛。我佛慈悲，有妙法轮，以方便为究竟，教令专制念佛，诚不退转，同成佛道。然学人之中，只念阿弥陀佛与念观音不同，此智是否障碍佛道？若有障碍，如何使令解脱，成就
菩提之道。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都一样，但是不能执着。执着呢，就成了障碍了。你喜欢念观音菩萨，你就一直念下去，求生净土。临命终时，观音菩萨来接引你。没错啊。念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临命终时，你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也可能会见到观音师至陪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希望在这个里头不起分别执着。这样就对了。有分别执着呢，就会有障碍。这个是世尊确实是非常奇妙的方法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念佛时怀有感恩的心，或是存着我要向佛学习的心情，这样念佛是否成了二心？这个是不是二心？这个是正确的。我们确实要感佛的恩德。感佛恩德不是一个空的念头，决定要向佛学习，要把佛的教诲普遍介绍给一切大众，这真报恩呐！所以这是正确的啊！念佛确实，我们有这样子深切的愿望。他如果每一天早睡早起白天努力做到皈依瞻仰，如说修行，为人演说，但是从不打佛旗，或是熬夜精进念佛，如此可能往生西方吗？当然能。因为无尽一论里头并没有说一定要打佛七才能往生，不打佛七不能往生，这个经上没有的，也没有说一定要熬夜才能往生，不熬夜不能往生，我们一法不一人啊，所以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。这位同学他有三个问题。如果寺院是专弘专修的净土道场，早晚课是否能和净宗学会一样诵四十八愿与32到37品？决定正确。净宗道场应当如实修修，这个戒行才相应。如果里面掺杂着其他的这些功课，把我们就搞乱了。专弘专修的净土道场在农历七月份是否要诵一个月的地藏经？没有必要。这如果说诵一个月的地藏经或是诵一个月的普门品，那是特殊原因。这个地方遭了大灾难，很多众生死亡，这个是替他们超度的，替他们送的，不是自己需要的。这个地方有大灾难，我们念一个月观音菩萨，念一个月普门品，求消灾免难，为别人的。这个要懂得。为自己求生净土，决定是一门深入，绝不夹杂。第三，是我们念佛应该一向专念，但在观音菩萨圣诞时，是否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或打观音旗？这个随你自便，你喜欢这样做行，你不做也没关系。
这个随缘啊。如果同一个房间里有数台同修的念佛机同时开放，速度运用又不相同啊，这样对房间里面人会不会有不良的影响？有，非常不良啊。这个把整个道，这个是也是道场了，全部都破坏了啊，这个不可以的啊。如果大家喜欢哪一种这个腔调来念佛了，用一个就好啊，不可以用两个啊，两个以上那就更不可以用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我现在每天读诵无量寿经，可是因工作性质，是否可以改诵阿弥陀经？可以的啊，如果你工作很忙，无量寿经太长，你念阿弥陀经一样啊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修净土法门可不可以大拜啊？这个密宗的拜法你在家里可以啊，在一般道场不需要啊，免得扰乱别人的这个进修啊，你自己在家里面行啊，可以。这个大拜对于身体运动有好处啊。第二呢，佛齐居士们惧怕主法法师啊，用不着害怕吗？是不是这个主气法师太严了啊？只要他主气如法都好，他要不如法我们就不请他嘛啊，另外请一个不害怕的为什么请个害怕的呢？这一位请问，为临终者助念可采取绕佛啊，绕着临终者的方式？可以啊，这个方法很好。作念弥陀圣号时，身体会很自然随着左右摆动，会不会很不尊重？尤其是昏沉时啊，晃一晃似乎能提醒，但共修共修等会不会扰乱别人？这要看当时的环境啊，看当时环境。这个你的动作不太多啊，不太大，大概对于临坐的同修不会产生妨碍啊。如果动作太频繁了，太多了，你扰乱秩序了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退出啊，外面走走啊，调调心，调调身，然后再进念佛堂，这样就好。这一位同学说，我们学佛小组一共有十个人，上午8点到10点听你老人家讲经，这个10点到10点30分礼佛，下午1点30分到3点30分听佛听佛念佛了晚上7点到9点念佛早晚课自己安排，这个很好啊。很好啊，这是你们自己小组嘛，只要是大家都欢喜就好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弟子自从受菩萨戒后，严持戒条，处处小心谨慎，
但是觉得受用不大，生活得很累，家人也不欢喜，特别是八关斋戒日，有时受不了，经常有一些应酬，晚上出去吃饭等等，啊，这样是不是犯戒？应该怎样去做就不犯戒？啊，又不令众生生欢喜，啊，又能令众生生欢喜？请问，啊，请法师开示，不持戒就好了吗？什么事都解决了吗？菩萨戒的确很难持啊，不容易。但是菩萨戒里头有开源，啊，开戒吃饭，你比如有应酬的时候，这是开源，绝不是自己想犯戒，啊，这个八关斋戒主要是修清净心的。那么如果你受八关斋戒，这一天一定要延迟，如果晚上有应酬，八关斋戒就破了，啊，那么你可以这一天你不受，如果是越来有应酬，这一天就不受，改一天再受。八关斋戒是每天受的，这个有效期间就是一天，你明天再要是明天重受，天天吃，天天都受，啊，自己在佛像面前可以受，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种戒，啊。当一个人真心发愿办慈善事业，心想按法师和大众的心愿圆满完成，可是在中途遇到实际困难时，不知道如何。遇到困难呢，要仔细去找困难原因在哪里。原因消除，困难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感应之道都在真诚。啊，我们确实舍己为人，感应就不可思议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课。